爷爷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嗯，爷爷，我有些事想请教您。敖虚法阵中的关键眼位都被气友所保护，而气友体内拥有灵兽元灵，导致气友能够再生，这法阵也随之再生，无法破阵。哦，事态紧急，神庭阵马上就要开启，我们需立即找到应对之法。 孙女别急，此事不难解决。既然气友的本体是仙兽真元，躯壳只算是他的护甲。那些真元是活的，制作者用某种术法将他们束缚于气友之中，催动其源源不断为气友提供灵力。唉，说来惭愧呀，这束缚之术。 与我明术门过去强行束缚仙灵兽的术法，原理是相似的，所以用哈湛前辈传授的解除之术，就可以破除气友与灵兽内丹的联系。嗯，应当如此。不过还是会有区别。哎，我再去看看古籍，将术法加以改造，确保万无一失。爷爷，我和你一起。哎，不用。 老头子，我虽然灵力全失，好歹也沉浸御灵术数十年，一个人就够了。你们跑来跑去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师姐。 我想要和你解除共生之术。什么？我与春姿剑相伴而生，现春姿剑已寻回，不必依靠师姐共生而存。哦，这样的吗？嗯，共生之术多有不便，解除后不至于受到掣肘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嗯，那我们开始吧。 师姐不必担心，我只是需要休息一下。师弟，阻止了敖虚之后，你就会回神界了吧？你毕竟是神族，没有了共生之术的负担，你终归还是要回归神界的。能解除共生自是最好，可是我。
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解决气候，破坏阵法，救出小秋。去看看爷爷那边怎么样了吧。这种我果然还是妨碍到他了吧。这便是破解之法。我参照古籍记载，哈战前辈也配合我演练了其中几种变法，最后找到了这个解除方法。太好了，我这就传授给晴妹。气友的破解之法已经找到，请晴妹尽快通知真人。太好了。什么事太好了？小晴，你先别走，听我说几句好吗？就几句。你说吧。这几日你一直在躲我，是不是还没放下哥哥们的事？我知道你是白家人，但你哥是你哥，你是你啊。阿尤，我会想清楚的，我先去给师父送信。小晴，你阿尤，再给我些时间吧。太好了，通知月姑娘破阵。大人，神魔之井的防御已经妥当。可准备好了？无论何时，战魁都是大人的一把利斧。哪怕敌人是整个魔界，我等天魔众也不会退缩。那就再随我鏖战一场吧。师姐，师弟。师姐为何一人在此？大战在即，我睡不着，身体已经无碍了吗？你打坐之时，春姿剑一直护卫在你左右。现已无碍，春姿剑与我相伴而生，护卫我应是天性。师姐，江州望月影清疏，霁雪寻梅玉驻足，心似玲珑怀酒也，剑歌飒沓访云屋。这诗你是从哪里看来的？在后殿看到的，掌门说这诗是师姐的爹娘写的。这是我满月时爹娘为我提的诗，
明术门只有月氏仅存。我出生后，爹娘希望我可以一展宏图，振兴门派，也希望我如傲雪寒梅，有俊秀风骨。师姐正是如此。啊，谢谢。是想起爹娘了，才在这里看星星吗？他还记得我当初说的话，所以才想到念诗给我听。他们是怎样的人？我记得爹和娘十分的恩爱，小时候的我还经常吃爹的醋，因为他总是霸占我最喜欢的娘亲。他们相敬相爱，形影不离，令人十分羡慕。相敬相爱，形影不离，如我和师姐一般吗？师弟。嗯。我从小没有师兄弟姐妹，没有玩伴。我常常想，若将来能遇到一个人，我与他能像爹娘那样相知相伴，该有多好。爹娘走后，我一心放在爷爷和巧玲身上，放在振兴门派上，于是这个愿望被我逐渐忘去，直到你出现。最初时只认为你是个木讷之人，但你即便是高高在上的神族，也从未对我们这些凡人有过轻视，而且你尊重我，保护我。渐渐的，你在我心里越来越重要，我会不自觉地追逐你的身影。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很安心。我师姐在我心中同样是特别的存在。下界时只是个对人世间一无所知的神族，责任、是非、亲情、友爱，你教会了我很多。而我现在心里的这份感情，是因为有你才会萌生。所以你同我有一样想法，我很开心。我喜欢你，想成为你希望遇到的那个人，可以吗？你知道我心里挣扎了多久，才鼓起勇气说？结果你怎么这么容易就说出来了呀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没有。与共生之术无关。现在你若不在我身边，我会不安。等此间事了，我会请求神界允许我留在这里陪伴师姐。既如此，那你为什么要同我解除共生之术？敖旭对共生之术了如指掌，我怕他为了对付我而向师姐下手，我不想你因我涉险。我答应过你，不会离你左右。只要我还活着，这个承诺就有效。爷爷，师弟。青叔，
时间紧迫，多的话我就不说了。你们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咱们出发吧。真人，现状如何？情况比想象中要糟，神庭阵已经发动，神庭阵外侧有节节阻隔，我们无法进入。现在必须先设法将内庭中占据六处野位的气候破坏，否则神庭阵一旦成型就无力回天了。白家领受神谕，几代人镇守边关，保境安民，功劳显赫，而如今朝廷无能，任凭凶兽肆虐，却束手无策，陷黎民于水火。天下有能者居之，何开白家为帝？君临天下，成就万民，成就万民，君临天下，成就万民。他们也被子秋的能力增幅了自身。头虚。子秋豪杰啊！结束。
为何还要回来？快走！神庭阵发动，六界会生灵涂炭。哥，不要再错下去。白家是天命所归。是。是。已经中了迷花粉，我们赶紧去塔顶。小妹，你叛徒们果然来了。竟敢违逆神旗！既然如此，就收下我为你们备好的大礼吧！继续挣扎吧，神庭大阵已无法阻挡。Ha ha ha ha!
秋，蝼蚁之辈，妄想撼天。只是启动阵法之道具，先神庭大阵已启动，你们无论如何挣扎都是徒劳一场。即使无法阻止阵法，至少要阻止你的下一步，我还要把小秋救回来。哼，狂妄。小秋的意识真的还在吗？他进展强得过分啊。不要分神，打倒他才能阻止法阵。敖旭进行治疗，若不先打败他们，会前功尽弃。气阳术。
量平台。本尊的力量不止于此。这次品来评判。